又来仓库了，看看新品活力烧仙草，我来拆一盒看看别的配置，一盒八个烧仙草，还有这个是红豆，这个是葡萄干，烧仙草的半月。来开始制作烧仙草，先把这个搞里头，这个是我切了的红豆，哎呦，搞里头葡萄干，这个是我自己煮的芋圆，哇，弄进去，加点麦片，这个可加可不加，想吃可以多加点，椰奶伴侣倒进去，哇，看这一碗有没有食欲，开走，嗯。